大家好，我是 Gary， 我是一名专业婚照摄影师，经常与新人合作拍下婚礼当天最特别和难忘的时刻。我对婚照拍摄情有独钟，因为每一张照片都细述着新人之间的爱情故事，时间不能倒流，而我的目标就是捕捉婚礼上让人印象最深刻的画面。很多时候一张照片能胜过千言万语，无论是当天的感动还是亲朋戚友的每一份祝福，我都希望我的照片能让人回味婚礼当天的每一刻。在相机前，多数的新人和他们的宾客都很害羞，因此我的准备工作必须很充足。我通常会提前抵达拍摄现场，策划拍摄流程，确保所有的无线闪光灯和器材都设置妥当。我也会随身携带一套长焦距镜头，方便在远距离下拍下当天所有珍贵美丽的时刻画面。当然，工作也不是永远一帆风顺，婚照摄影师通常会面对的挑战包括在婚礼现场争取最佳的拍摄角度，及时调整相机和闪灯的位置，以便拍下最完美最难忘的瞬间。婚礼结束后，我们都会一一处理当天的照片，当然所有的新人都希望自己的婚礼照片完美，有一些新人也希望拥有高清高质量的照片，方便他们把最满意的照片放大框起来。而 Seagate 和 Synology 在我工作的这一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有了充足的储存容量，我绝对不会错过婚礼上让人为之动容的每一刻。自从我开始使用 Synology NAS 系统后，我不再需要将照片刻录到光盘或 U 盘中，我的客户能以远端形式选择想要加工处理的照片，也可以很方便地下载自己心仪的照片。有了可扩充的储存容量，我也可以将所有客户的婚照精心保存好，并可随时进行修改或使用。婚礼摄影中我们没有重拍的机会，有了最值得信赖的数据保存合作伙伴，我可以无后顾之忧，专心地为婚礼客户拍下最完美的婚礼。在此呼吁大家参加 Seagate Perfect Shot 摄影比赛，期待您的参与。